主公，你睡着了吗？主公。你是谁啊？我怎么在这里啊？主公睡糊涂了，真可爱。我是貂蝉呢。我，主公，大家。伯弈，该出发了。哼，你在磨蹭什么？是不是杀人最多的能被主公翻牌？主公说了，只要打胜仗，今晚就一起上。我难道在做梦？主公，敌军进犯我方阵地，请主公出战。成英雄了，好恶心，还流口水了。伯影，伯影，快醒醒！师父不关你禁闭了，他叫你过去。快起床了，小刘子。哎呀，不要叫人小刘子，感觉像太监。想多了，还真是梦。什么？师父您居然同意了？师父，您终于理解我的苦心了。老师把徒儿关小黑屋，终于舍不得了吧？为师是舍不得你啊，你还是留在这儿陪我吧。啊，师父不要啊！师父，师父，您就放徒儿去建功立业吧，徒儿真的不忍祸了。我给你们准备了马匹兵器。刘伯云，你带着大家去洛阳投奔齐都尉曹操曹孟德大人，文姬也在洛阳，把他带上，他有东西又交给曹大人。师父，赶紧走吧，看不到你们我也省心。请遵师父教诲。前几天师父还不同意我们下山，还关我小黑屋，怎么今天突然变卦了？师父说要把，据说师父的洛阳家中有四。其他人快点跟上来，雷霆震击，放狮子出山，雷霆震击，好累啊。
还要多久才能到啊？哎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你这训咖，人家姑娘都还没喊累。什么人？不脸是人呢？哎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波姨，救我！我被抓住了，放开我！嘿嘿，我大哥需要一个将军夫人，这姑娘长得挺美，就决定是她了。嘿，另一位相貌也不错，一起带去当二房吧。去死吧，江湖骗子！你这死骗子，还能这样仇报？快把人放了！我让你家姑娘嫁给未来皇帝有何不好？还不赶紧谢恩？我们走。下开！怎么办？这下师父要生气了。还愣什么？追啊！全军注意，前方有一路军队，那个人是曹操。沙暴？怎么可能？在这种地方？是妖术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布练师。别进去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听震击，哎，御剑相见，闻箫引诀，南宫秋月。你们这些凡体肉胎之人，居然杀害吾弟，就留在这当陪葬吧。伯爷，伯爷，对了，可以用鬼音律。竟敢干扰上师的法术！呀！血脉，又是一个扰乱天道的狂徒，但修养一定能匡扶天道，定鼎天下。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
冷绝。此女所嫁之人必是帝王，所以定是我兄长张角的女人。哼，我带走了。捕猎师，没想到。师弟啊，我无颜见师父了，会中刀惨死，捕猎师也被妖刀抢走。别乱动，你的身体吃不消。我会修书一封交于蔡伯金，讲明是非，跟我入营休息去吧，安葬之事我自会安排。居然有真龙血脉，碰到我算你运气好，做我的傀儡吧。